Hello， 我是 Sherry， 今天分享一道厨房大菜——糖醋带鱼卷。首先将250克的带鱼卷解冻，简单清洗，用一勺料酒，半勺盐，腌制10分钟。准备调味汁：一勺料酒，一勺老抽，两勺生抽，一勺蚝油，四勺醋，四勺糖。将腌好的鱼肉简单擦拭，重新打卷，牙签固定。锅烧热，倒入300毫升油，倒入带鱼卷，炸至金黄，捞起备用。起锅加20毫升油，加入姜蒜、豆瓣酱炒香，倒入调味汁，小半碗水淀粉煮沸，倒入带鱼卷焖煮5分钟。出锅装盘，淋上汤汁，撒上葱花芝麻开吃，搭上米饭绝配。地道中国味就在杰克兄弟。